脾虚湿重，浑身乏力。我看一下舌苔，现在有什么不舒服啊？身上吧，就是有一点乏力吧。老家都累，疲乏无力。对。怕冷吗？怕冷。现在就是天一冷啊，就手脚冷。大便的话，现在正常一天两次。怕吃凉的吗？对，就怕吃凉的跟辣的。晚上手和脚热不热？刚进被窝的时候吧，脚跟手比较冷啊。前段时间我又做检查嘛，就是有肺结节，两个肺结节，然后的话就是喉咙一直有痰，有白痰。两个腿沉吧？对，就是很懒，不想动。阴章潮湿？还好。皮肤痒吗？有的时候脚腿的这个地方会痒。头昏昏沉沉的？对，就是头昏昏的。白天有点困。对的。晚上睡不好？晚上睡眠的话，三四点钟会醒一次。梦多不多？做梦，对，经常做梦。你主要还现在是脾虚湿盛有火，主要是湿重引起来的。